用数字看台湾，掌握最新财经脉动。各位观众晚安，我是谢金河，欢迎再度收看本周的数字台湾。那么正所税呢，已经正式在立法院的临时会呢，那么它通过了，通过了之后呢，现在正所税的开征，那么到明年开始，那么现在木已成舟啊。那今天我们要来了解一下，在正所税开征的效应当中啊，对台股或台湾的经济呢，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券商工会理事长黄敏柱理事长，还有胡邦证券的黄显华董事长呢，来针对正所税的冲击啊，来跟大家做一个完全的沙盘推演。那么台湾在去年当中，我们已经看到从 DRAM 一直到面板，然后呢到太阳能，那么一直到 LED 呢，是号称啊四大产业。那么从今年开始，我们已经看到证券业呢，它会成为第五产业，是七产的产。那这个产，我相信啊，大家慢慢会感受到，在去年的奢侈税之后呢，台湾的很多的房屋中介公司啊，那么纷纷裁员，那么现在房仲业的据点一家一家正在收摊。那么在今年的正所税阴影之下呢，现在这个效应啊，看起来也逐渐会扩大。我们都了解，在国内的这个整个股票市场当中啊，那么成交量每日日均量要达到800到1000亿呢，那么证券公司才有获利的机会。那么现在经常是5-600亿，5-600亿呢，那么券商有很多啊都会造成亏损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预估啊明年的这个整个券商的裁员啊会雷厉的风行，那么会造成台湾的失业率呢又再度雪上加霜。我们先来看，在这一次正所税开征的时候呢，那么最近的主计处啊公布全年的出口是零成长，那么 GDP 啊目标值是砍到2.08%。那么现在这个数据来看呢，第二季呢经济成长是负的，那么到下半年以后呢，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这个也是可以我们看到，在先前啊这个富邦的蔡明忠先生特别提到，他认为如果课正所税啊，资本市场将会面临毁灭性的冲击哦。同时他也预告，在下半年的景气呢，它是内忧外患。那么对台湾来讲，其实现在已经啊有非常敏感的问题大家要面对的。我们先来看，在正所税开征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先前对政府提出很多建言、很多忠告的企业家们呢，现在噤若寒蝉哦。这个效应也代表国内的企业家呢，现在叫做哀莫大于心死。那么大家对政府，其实萧前副总统特别提到，他说正所税啊，严重的撕裂资本家或企业家呢跟政府之间的负性关系。这个负性关系啊，现在在松动，而这个松动啊，我们可以想见得到，台湾正面临啊前所未见，企业家跟政府是站在不同边的。那这个对未来整个产业的经营啊，我相信是会面临非常大的考验。我们看到在最近的这个财报的效应即将要出来了，电子业的下游啊，现在开始有一连串的调降财报的负面效应，而这个负面效应啊，大家要非常的当心。其实我们也看到，在最近的景气预报当中啊，六月份的经济景气是蓝灯，而这个蓝灯啊，最近国泰的这个经济研究室啊，特别提到，他说这个蓝灯啊，可能会连续有10个月。哦，在最近的出口当中啊，也特别提到，台湾的跟韩国啊出口的最矮效应，现在这个出口是急速的下滑。那这边这一期出版的财讯双周刊特别提到，在这个台湾智库当中啊所做的民调，他说台湾的马政府让台湾经济雪上加霜，42%认为是认为在正所税开征之后呢，对台湾的经济会造成雪上加霜的效果，达到41.8%。那有超过28%的人认为1到3年之后呢，台湾的经济呢才会好起来。另外呢，有39%以上认为今年的公司的业绩啊会转坏。那另外有58%呢认为消费市况会变差。另外31%认为节省娱乐跟外食的消费啊，那大家会开始同样的这个在收缩。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，正所税开征之后呢，股票交易量相对萎缩以后呢，大家对未来的信心跟未来前景的预期呢，相对都是处在一个负面的状态。而另一方面，大家更要非常注意的，在正所税开征之后呢，国内的股票市场大致上它会出现几个啊跟过去呢不太一样的效应。第一个呢，大家非常关注的台股的成交量萎缩以后呢，那么周转率开始往下滑落，那周转率下降之后呢，本益比一定会往下压缩。台湾过去呢最自豪的散户的这个
在散户的这个在市场活跃的程度呢，也会慢慢的式微，这是对台股造成非常大的影响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国内原来要引进第二上市的 TDR 市场呢，现在也是啊一滩死水，那么将来这个很可能啊是慢慢会消失。第三个呢是高价股不在，在过去台股到达9220点的时候，去年啊我们看到台股有所谓的4000金，当时你看到宏达电的1300，然后呢大力光1005，另外我们也看到 TPK 呢涨到982，但是现在这些个股，我们如果以宏达电在最近的这个下跌来看，那是非常显赫的。我们看到它从1300掉到275.5，那大家经常有个错觉，就认为说啊有所得就要课税。我们现在如果举宏达电的例子呢，它从1300掉到275.5，如果你买宏达电呢，10000股130万，现在卖是已经剩下27万多了，好一张哦，大概就亏了100万，亏了100万呢，如果你放到现在呢，它配你40块的现金，配的40块现金，你还在交这个综合证券中所税，等于是股利所得税呢，这个要课中所税的。那这一课你如果课40%，你想一想，你已经亏了一屁股，然后呢，你又要去交很大的税，这是在市场当中啊，大家没有注意到面向，也就是说，没有所得，当然大家去课税，但是呢，亏很多钱呢，同样你会交很多税，这个在股票市场经常会发生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政府大概都认为说，所有做股票的投机客呢，大家都没有缴税，事实上呢，这个缴税是非常高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在市场当中，最近赵少康举的2010年的缴这个去缴40%人占整个人口比例0.36%，但是呢，他缴的税是48.7%，这个税负比例啊，如果再把股利所得税加上去呢，台湾的股民租税负担率全世界最高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们看到正所税通过之后啊，大家都不满意，除了那一些像这种，我们看到最近的王荣章先生上税改联盟的这个召集人，他说最烂的正所税已经通过了，他讲这最烂，这个税改联盟他也不认同。那民进党版的这个林权呢，他认为正所税改革啊，这个白忙一场，他认为是大家完全白忙一场。李同豪先生呢，他提到这个他会重创中小企业筹资的能力。那我想所有的后遗症啊，包括将来的 IPO 新贵啦、未上市啊、课税，对台湾原来创造很多资本家呢，这样的一个中小企业能够崛起最重要的战场，可能也开始式微。而另外对外资不课税呢，他会把更多的大户逼到外资的这个阵营里面去。那这个整个市场开始萎缩了，等于是我们开始让外资独大，而开始拿一支枪把所有的这个内资啊都打死了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整个股票市场开始面对啊前所未见的非常严重的调整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，现在不是讨论了正所税要不要开征的，它已经开征了。这开征之后呢，到底后面的效应啊，后遗症到底有多大？今天我们请到两位这个重量级的证监业的大佬，我们先请黄敏柱黄理事长，理事长好。主持人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好，我们黄显华黄董事长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好，现在先来看看喽。我想我们这个黄董事长，黄董事长是这个现在券商工会的理事长，也是等于证监工会的龙头老大佬哦。我相信这个是对正所税对证券影响非常的非常大哦。那我想这个大到底大到什么程度？我们今天啊，让全国观众朋友稍微来了解一下正所税开征对证券业的冲击。我相信现在已经是立竿见影。先把这个后遗症跟冲击之大呢，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台湾的证券业啊，就刚才讲说是第五种产业哈、啊。那事实上原来啊，早就够惨的哈、啊。给你看。那么在事实上啊，这个台湾的证券业啊，最近几年啊，最近5年，这个平均每股的获利哈、啊，才只有0.824元哈，0.824，是2007年啊，这個、还有1.6毛多了哈、啊。那2008年是金融海啸啊，所以这个变成是负的，整个产业啊。是负的0.201啊，EPS 哈、啊。那2009年呢、啊，是1.75啊。那2010年呢、啊，是1.020哈。那2011年呢、啊，是0.505元啊。那但是今年啊，今年上半年哈、啊，这是平均每EPS 啊是0.325元。那这个把它分成就是 Q1 第一季啊。第一季日均值是1313亿哈，那全体券商的获利啊
是97.58亿总数哈、哦，那这个 EPS 是0.286元哈、哦，啊，但 Q2 啊，啊、哦，这是平均日均值是866亿元哈、哦，那这个全体券商啊，在第二季才赚13.01亿元哈、哦、，EPS 是0.039元，但是这个13.01亿元啊。这是有两家券商他卖楼卖房地产的、哦、太霸道了、啊、那这个卖的获利啊是12.4亿元、嗯、这扣掉的话、哦、大概是没有什么赚赔那也可以说啊台湾的证券业啊、嗯、大概就是它 break even 的这个成交量啊、嗯、大概就是800亿左右、哦、800多亿、哦嗯、所以这个最近啊大家都看得出来它成交量都一直是低于这个800亿哈，对，那券商是一定亏本，对，那这是从交易市场看，那如果是从发行面来看啊，这个今年上半年哈、啊，这个初次上市柜的家数是只有27家哈、啊，对，那这包括国内企业20家，外国企业啊有7家，那 TDR 都一家都没有，那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哈、啊，新挂牌的家数啊是少了8家哈、啊，那么这个这是国内企业是少5家、嗯、那外国第一上市柜是少了3家。第一上市跟第二上市都会大幅萎缩。我看大幅萎缩，对，没有错。来没有意思的嘛。对对对，而且这个筹资也受严重影响哈。那今年上半年啊 ,IPO 筹资的金额是130亿哈、嗯。那跟去年同期就比起来是减少了61亿的哈。这个减幅达到32%哈。那么这个上市柜公司在台筹资啊这个是啊，这个大幅度减少啊，这个啊就是 IPO 的加速减少，然后这个现金增资啊的